把身份证拿出来检查一下。 那个守门员给他套一件这个衣服。捡路过了是吗？
过，但是捡路是捡路啊，我们要背一下。我要身份证啊，你有照片吗？你那不给你那。可以啊。他们那裁判说要检查身份证。不是说不用检吗？那边都没检。调回。那边刚打完场都没捡，他不捡不多是吧？我这场我都交代是让我捡路啊，捡路我们要去。你敲铃，我们上去捡吗？是吧？上去的。名单有啊，现在你这个我要看一下。你要对这个名单对上，你现在就是几个队员啊，是吧？不对的时候我就不知道，那个十号我已经看了。你们谁有身份证先拿出来？那熊号我已经看了。你是教练，你应该帮他拿对了呀。你要打比赛的时候要检查。那个谁，你打的几个杆呢？有背心吗？背心也是蓝色的，我是红色的，跟他碰。113，你就100，你自己打吗？你不打吗？快点！吴家哥，帮拿着。吴家哥，小贝，快点！
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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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别人家孩子不好，神经啊，这家长太自私了，然后我在屌他这孩子干嘛？他说我们守门员不行，我就三个孩子，九个孩子，你家儿子来守。神经神经。把他赶出场几次了。哎，投入点啊！啥阵容啊？杨子成和郑子成两个可以大胆压上的，不要拖太后。那两个边后卫完成。